各位观众，你们好啊！今天是8月8号，啊，这是明镜火拍的明镜编辑部频道，啊，很高兴跟大家又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啊，陈小平。今天呢，我们请一位这个民间社会人士，请他来跟我们谈呢，怎么样去关注海航事件和这个盗国贼这三个字。现在呢，先请我们的导播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连线进来。汪一海先生您好，汪一海先生是这个著名的 NGO 活动家，他在北京的时候呢，我就久仰他的大名，他主要是做这个艾滋病关怀这方面的一些人权工作他呀，胡佳呀，很久我就听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基本上是跟艾滋病权益保护这个名字呢，是联系起来的。最近这些年呢，万应海先生在美国从事自由职业的工作，我呢很荣幸今天请到他来给我们讲民间社会在调查海航和盗国贼这个事情上呢，能够做什么非常感谢万海先生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这个人们生活当中似乎需要这么一个节目哈，这个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这个议题再进一步回归，大概就是这个这个最近5年习近平在中国发起的这个反腐的运动这个他的这个反腐的这个这个干将就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那就习近平。王岐山在中国这个反腐败这一点上来讲，就是说，中国国内外这个无论在华人社会还是在其他的社会当中，还是得到了这个积极的肯定，积极的肯定但是呢，这个他这个他因为他是一个专制体制他这个没有一个建立一套这个社会法治的体制，他没有一个政府透明的一个体制。所以它这个反腐，它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运动式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体制。它这个在反腐当中，它缺乏这种这个民间的这种参与这个它缺乏这个社会的力量，它缺乏这个政党的这个竞争它甚至于把这个反腐败的这个民间的这些勇士们投入监狱比如说在4年前。北京的一些这个公民的这个人士发起这个要求公民这个要求这个官员这个财产要公开这个许志勇还有其他的一些公民行动人士这个被宣判被宣判被抓捕，最后被宣判。那这个所以他这个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反腐的话呢，这个他即便他能够取得一些成功，但他没有一个制度上的一个这个力量来可长久的来支持腐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用这种中央的这个钦差大臣在全国这个布网去调查，这个就是说它带来另外一些后果，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权力斗争当中这个就是说这些反腐败的这些掌握权力的人，他去这个打击自己的这个政治对手所以这个习近平他们这个反腐受到批评最多的就是说他整人比如说他这个用于这个打击这个对手，而不是真正的反腐败这样的。那我们再看习近平的反腐，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反腐败在这个法律的制度透明
在这个公民参与、在政治竞争上面啊，他这个他更多的他现在开始强调这个啊人的这种官员的这种道德的品质啊、道德的建设啊，希望用某种这个啊这个甚至啊可能是宗教的某种力量啊来这个清洁啊我们官员甚至于中国人的这个灵魂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为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反腐呢，它不仅仅有一个，就是说，在清洗自己的政治对手。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特征啊，它似乎是一种人对于仕途啊，对人的这种精神啊，有一种道德上的一种清洁的一种纯洁的运动啊。那么这个，这是这个。那郭文贵，我想就是说，从这个，现在请您稍等一下，就是说您对今天的话题的展开呢，你是从习王反腐开始就是您在某个意义上你是肯定习王反腐的，但是呢，你指出习王反腐有两个问题是不是？那么第一个呢，你是说这个他的反腐是自上而下，而没有自上而下的这一种力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他的这个反腐存在的问题。存在什么？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它不透明，它不公开，它没有建立法治。这是你对他的、对他的、对现在的防腐的两点的批评。对，他没有，就是说用现代的这种开放的政治、竞争的政治，用这种政治对抗来去制约这个权力。那么他现在开始强调这个这个人要去做圣人，要去做一个纯洁的道德上的一种纯洁运动。这个可能就是说，在现代这样的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面，他是不会成功的，不会成功的。你这么就是说，你认为现在这个，我现在就想，就是说，您对这个反腐的这个批评跟这个郭文贵先生的这个爆料之间有什么关联性吗？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这个反腐本身啊，这个是受到肯定的。我想就是说，这个肯定的话，就是说，习近平应该能够理解，就是说，这种精神，不仅仅习近平先生他有这样的一种情怀啊，要去反对腐败。那么其他的人，比如说许志勇，比如说这个郭文贵或者其他的人啊，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这个去反对腐败。那么他们的这些反对腐败都有这种正当性。那现在的话呢，就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光棍激发出来的这个腐败分子，比如说王岐山或者相关的一些人啊，这个因为他是这个习近平所器重的人，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习近平反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似乎他要护短，他要护短，那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就是说不智没有智慧的一个表现。那这个就是说，你反腐，你还是应该基本的以事实来评论啊，以基本的。那么我们说中国的法律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中国还是有些基本的法律啊，这个包括中纪委啊，这个党的这个纪律，它也有一些基本的这个规定，比如说这个官员啊，这个高级官员的配偶在海外，那么这个显然就是说是共产党的一个纪律不允许的。那么郭文贵他揭发出这个王岐山的太太是拿有美国的护照，那么这个他还是中共的这个常委啊，这个还是负责这个反腐败的这个最高领导人，这个显然就是说是一个是说不过去的，说不过去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郭文贵他揭发出来的海航的这些问题啊是太明显不过的。一个无关的人一个叫冠军的人，他这个持有莫名其妙的持有这个海航30%的这个股权。那么他这个这里面有很多疑点，比如说他是从哪里买的，他的钱从哪里来的，是别人送给他的吗？别人为什么要送给他？现在海航对外说他是代持，他代谁持？他代王岐山持还是代习近平持，或者说代索罗斯死，我们都不知道，不知好，那道。个万先生，那个海航的问题我们先搁下来，我们先谈这个，就是说您刚才提到有趣的观点一个呢，你认为习近平反腐值得肯定刚才我没记错的话，第二个呢，你说习近平在面对王岐山先生这个腐败指控的时候呢，
啊，它护短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实际上啊，这个护短呢，并不是仅仅啊，在我的记忆中，并不仅仅是针对弯七三。你看看啊，海外社会啊，就是国际社会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谈的民间社会啊，在很长一段时间来就在帮助中国防腐。啊，我们往远了数啊，有国际记者调查联盟的啊，是对吧？对，后面又有那个巴拿马文件啊，那些东西都是相当的扎实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啊，北京这边啊，从来就用您的话说就叫护短啊，这一块呢提都不提啊，提都不提啊。另外呢，刚才你在前面你也提到，就是说民间社会。要求北京在防腐过程中公布官员财产以后呢，北京反应是什么呢？一概是以监狱伺候。我们知道西单的四君子上街要求啊官员财产公开，这是一个良好公民行为的一个表现啊。你看北京一个什么反应？就是说我很难想象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你一方面肯定习近平在防腐。另一方面呢，啊，习近平又在为这些东西护短，而且呢，对民间社会打压。我要反问你的是，这样的防腐究竟值不值得肯定？我觉得就是说，反腐本身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所有人的反腐都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肯定，啊。这个民间社会的反腐也应该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就打击民间社会反腐，当然是不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哈。对对，还有就是说，反腐的话，你还是要建立一种现代文明的这种开放的这个社会，一个透明的这个政府啊，这个官员啊。啊，至少领导人啊，这个财产要公开啊，要对这样的一些对，而且你要让社会参与啊，这个老百姓要求这个信息公开的时候，你把他抓起来，然后你关起门来，自上而下的这个啊，这个进行这个啊，政治力量去打击政治对手，或者这种现在就是说这个这个反腐效果不好的情况下啊，这个又开始在唱要建立这种道德的。建立这种官员的一种道德自律，道德秩序，要建立道德上的人的精神灵魂的一种清洁运动，这个可能是不会成功的，不会成功的。不是，他这个核心的问题在什么呢？就是他有一个公，也就是啊，绝对权力，绝对腐败。那么共产党为什么那么腐败呢？根本不需要做别的解释，那就是绝对权力，所以他绝对腐败啊。他如果不消除绝对权力的话呢？那么他就是要绝对腐败的，这个东西还有不需要去做什么论证，这是公理。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他们以绝对权力去防腐，那么当然这个里头就是绝对要腐败的。现成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啊，习近平的左右手，啊，防腐的最高统帅王岐山先生，那现在就成了一个绝对腐败的一个光荣的或经典的一个例子。啊，刚才我们谈到对，的东那个，西里头啊，原来呀、啊，国际社会啊披露的材料里头啊，王岐山先生的名字是不在里头，基本上不在里头的啊。国际记者调查联盟啊，巴拿马文件虽然涉及很多中共现任、前任常委，但是王岐山先生的清誉似乎还不错啊。但是事情发生了变化，那就是。郭文贵先生啊，这个爆料，啊，他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爆料的目标，那就是指这个北京是在以黑防腐，那么就是以这个黑啊，我理解就是一个以绝对权力的防腐，绝对权力导致的腐败啊，这个过程中继续防腐，那么王岐山就是这个黑的代表，就是这个绝对权力的代表啊，现在的问题就到了这样一个节点上啊，那么我真的是怀疑，就是说。这样一种绝对权力的防腐啊，是不是值得肯定啊？这是一个我们下面要看海涵的问题，跟我们今天谈的问题有关系。因为啊，依靠绝对权力防腐是防不了腐的，是不是？那么依靠官员的自律，那也是空城计啊，是一种这个一厢情愿。我们都知道这个啊，这些官员手上有权力，他如果没有制约之后，他凭良心，他能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吗？对不对啊？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呢，才有我们今天的话题，叫民间社会要出来。实际上，民间社会啊，在北京啊早就出来了，可是呢，北京不允许这个民间社会的生存。那么您呢，正好在美国是吧？所以说，您可以高举这个民间社会的大旗啊。您呢，原来也在这个北京的这个民间社会里头，你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分子。例如说，你是做一个跟政治话题相对不那么敏感的艾滋病的保护，那么您的这个在民间社会的遭遇应该能够说明，就是说民间社会参与这个防腐会是什么下场啊，这是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谈这个问题呢？因为你已经到美国来了。好，我来谈一谈 啊，就是我们这个做艾滋病工作大概就是说一个比较啊这个惊险的工作，就是河南参与河南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救助的工作。大家知道这个河南的艾滋病主要是由政府动员这个农民啊卖血啊，在卖血过程当中导致这个交叉的感染，那么随后有很多输血的人啊，又有很多这个啊血友病人因为用这个被污染的血液制品那么感染艾滋病。所以当我们去在15、16年前去帮助这个啊这些受害人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说，就是跟这个河南啊，河南省的这些贪腐集团啊，进行了这个，可以说，现在回想一下，就是说这个完全是用生命跟这些贪腐集团对抗的一个经历啊。这个我后来就是我自己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抓了一个月，那么后来放出来，国际上的救援，国内外的这些声援啊，都后来出来了。那出来了之后，我听到一个消息啊，这个河南省啊，这个河南省的这个官员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对外去放风嘛，就是说这个万延海踏入河南境内就要把它消灭掉，就从肉体上消灭掉。啊，这个所以我02年的9月份啊，02年的7月份被北京市安全局抓捕的时候，当我意识到我是进到了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小平你知道是什么？我第一个反应心里一颗石头落下来了。我本来以为自己是被河南来的绑匪要你觉得落到他们手上还光荣一些还安全一些。所以我当我知道这个进到看守所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心里面一颗石头落下来了。哎呀，这是黑色幽默。至少我这个暂时不会担心啊，肉体被消灭的哈，这是当时的情况。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的清楚啊，所以现在这个好，现在有网络的这个网速问题，这个涉及到的财力啊，也不是说这个和这些卖血的这些那个，是不是要给他重新连接一下？我完全可以想象。万一海先生你的网速好像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给你再连接一下好吗？你把它这个万一海先生的网速可能有问题，所以我们请导播再连接一下他。他刚才讲到啊，很有意思的一段，就是说他到河南去做艾滋病权益保护，那这个本来有些黑社会抓他，后来是安全部门抓他，抓完他以后他进了监狱，他心里坏石头落地啊，安全部门抓他，他觉得这个安全相对安全啊，保障有保障一些，是这么一个情况。刚才我们试图联系了他一次，没有连接成功。我们再联系一次。好了，现在我们把你又带进来了。好了，您就是您刚才说到了你在进入安全这个安全部门的这个拘留中心或者是监狱之后，你感觉到一块石头落地了。这样这个之后呢，我们的观众就没听到你的精彩的故事了。就是我当时一块石头落地，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不会被消灭掉，不会消灭掉。所以我当时的这个反应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在整个这个路上，因为人的脸被蒙上，然后这个车开向这个北京的城郊，然后进到一个荒野的这个一片那个一段荒野的路，没有任何路灯。那个时候整个的反应就是说这个
就担心自己被消灭掉，被消灭掉，对啊。就是说，就是这种民间社会在介入中国的，一些事件的时候呢，对，嗯。你想，我们当时面对的是河南省这个卖血有关的一些腐败的这些政治集团啊，这个还是这个他的这个政治权力和财力还是非常有限的对，啊。那现在郭文贵所面对的王岐山、海航或者其他的，他们在不仅仅在中国啊掌握国家的这个权力，那么我们看到他们实际上。他们在美国啊，也有很多这个在经济上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关联啊，这个对美国的政界可能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恐怕是一个啊，这个可以想象，我完全可以想象，在2年前，这个郭文贵先生第一次开始爆料啊，针对这个啊财新集团的这个胡舒立啊，这个李友他们进行爆料的时候。我当时人在康州，在耶鲁大学那边，我跟一些访问学者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说，这个郭文贵这个面对的主要挑战还不是来自中国，他的面对的主要挑战在美国。那为什么你认为郭文贵先生的主要挑战来自美国呢？因为他们就是说，他所挑战的这些人，无论是胡舒立，现在我们看到他挑战的王岐山啊，不仅仅在中国掌握这个政治权力。那么他们跟美国的这个政商的这个啊利益上的勾连，那是非常的啊，非常的这个啊，这个非常的啊，这个有力量，非常有力量啊。这个，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在海航这个事件当中，这个一直大家啊，这个啊，最近大家关注到的啊，就是索罗斯啊，索罗斯是海航的这个早期的投资人，哈。这个在后来最近揭发出来的这个关于这个啊这个啊冠军的这个股权从哪里来的啊这个后来知道他的股权的一部分是这个啊这个啊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的这个基金管理人啊这个啊巴拉特这个啊这个转给他的，那究竟是送给他的还是卖给他的？这个我们。这个恐怕要有这个专业人员，要有记者们去做进一步的这个调查啊，进一步的调查。好，那这个对，这个是这样，对。这个美国这一块，就是说，但一般来说，就是说，很多这个盗股者们啊，他把这个钱转到美国来，他就洗白了啊，因为他们啊，应该第一桶金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啊，从股市啊，从这个银行啊，把它基本上是从这个从土地啊这些地方来钱啊，来了钱之后呢，他慢慢的就转移到美国来。那美国这个国，在美国这个地方呢，他把这个钱就有点这个洗白了意思，再加上啊，美国这个社会呢，它是一个法治相对完备的一个地带，因此呢，啊，在某个意义上，他们在这个洗钱过程中呢，啊，会至少在表面上会按照美国的法律来做这些事情，啊，那么按照这个规则来做的话呢，你去查他的这个非法的这个可能性啊，就要难得多啊！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索罗斯，索罗斯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啊这么一个人，在1989年的时候还上了中国社会的黑名单，基本上是这样啊。通常以为啊，他是一个中国这个民主和开放社会的一个支持者，但是呢，在海南的这个事件之后呢，索罗斯的大名实际上现在好像是跟一个丑闻事件联系在一起，你觉得是不是这样？索罗斯的这个角色一直是矛盾的，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就是说他投入这个巨大的这个财富，在这个全球这个民间社会这个我自己的这个机构这个在10多年前，我们也很多年拿这个索罗斯这个开放基金的这个钱资助，啊，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角色，比如说制造亚洲金融风暴啊，在香港啊，这个98年的时候，哈哈，这个去年他这个在达沃斯还有一句话，他要去做空亚洲货币，引起中国这个媒体的这个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讨伐啊。索罗斯这个角色一直是有冲突的，一直是有冲突的。对，当然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郭文贵在揭发这个海航这个事件当中啊，在揭发海航王岐山这个事件当中，
这个我觉得可能一个对光棍一个不利的情况，不仅仅是来自于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财经的一些这个有实力的这些集团，可能在民间社会方面，他也会受到一些这个压力，他也会一些，因为全世界的这个民间社会，很多这个律师啊，这个很多维权人士啊，民主人士，他们得到索罗斯的机构的资助，对，好。就是这个，包括您自己也得到他的资助。但是呢，你一旦你发现索罗斯可能这个介入海航这个丑闻的时候呢，那资助是资助，真理是真理，真相是真相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好就好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美国这个民间社会是一个相当发达的一个社会啊，跟中共那边不一样。中共这个反腐是官家独唱，但美国社会民间社会是有很大的作为的啊，他们可以去做。例如说，如果要调查海航和盗国贼的话，民间社会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啊。这些天以来啊，从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啊，有很多美国的专业人，有美国一些专业人士，有美国的一些律师啊，跟我联系啊，不断的给我塞子弹啊，说海航这个问题啊有问题，那个问题啊你要关注啊，都是有些都是专业人士啊，他们那个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不用担心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他们啊，他们完全没有这种，完 全没我有这知种，道，我理解，理解你对，的意思，理解你的意思啊。那在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郭文贵他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是干什么的，我这个人是什么人，我怎么样，过去做了什么，这个都没有关系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郭文贵他在海航这个事件当中，他激发出来的海航的这些股权问题、冠军的这个股权问题、王岐山的一些问题，那显然就是说，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大家后来这个赖建平律师也通过他非常专业的这个分析拿到更多的这个证据来谈这个问题。好，那么光贵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效果，那么他创造了一个公共的话题，一个娱乐性的话题。现在我想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全世界的舆论都在关注这个中国的海航的事件、王岐山的事甚至可能也有人在关心索罗斯的事啊。那这个我觉得是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机会呢，所以我就谈谈我的看法。所以我为什么前两天我跟小平联系，我的联系的我是觉得这个我看了这些节目，我一直在关注。半年前光辉再次爆料的时候，我就几乎一直在跟进这个事。那我并不赞同他的所有做法，但是我显然我一直在为他担忧。我很清楚这个他的对手在哪里，我很清楚他的对手在哪里啊。所以这个除了这个光辉爆料，除了这个网上形成的这种这个政治活跃的气氛，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做一些更加扎实的工作，把这个光辉爆料所动员起来的这个社会力量社会资源，把它进一步的要做一些这个能力的建设做一些专业性的这个跟进做一些这个更扎扎实实的这些调查报道。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这个大家一起合力来做一些公民力量的训练，包括组织。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说，中国还没有一个，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这种透明的这种团体这个监督各种各样的腐败的这种透明的团体。那么我们中国还没有，中国还没有。对呀，美国很那我们多，中国，对，对，美国很多，世界其他国家也很。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去推动这种这个透明团体的这种发展这个去做这种透明团体的这个能力的建设，我觉得太多的这个透明团体啊，这个，对，所以在公民可对啊，公民团体这个在海航这样的事情当中，可以采取行动的这个着力点非常的多。那当然就是说这一些问题，可能更多的还需要由这个律师们专业律师们来提供这个专业性的意见比如说那天我看那个赖建明律师的分析这个，比如说这个海航工会
他的股权的这个啊这个这个万先是不生是的合话，法啊？这个是不是错呀？是不是有欺诈？对，还有这。海航的这些员工、职工啊，他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说他们所组建的那个工会曾经拥有这个海航的这个股份，那么他们的权利在哪里被侵害了？啊，还有像这种这个专业性的这种调查，比如说这个巴拉特的这个股权的变更，甚至包括索罗斯的这个本人的这个股权的这个变更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因为这个集团它还是一个上市公司嘛，这个监管它的这个法律，这个怎么样啊？用这个法律来做更深入的这个调查啊，这个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很多工作，做很多工作。还有像这种。海航量的这个暴露出来的这种作假的欺诈的行为，这在哪个国家可能世界上这么这是严重的经济犯罪？那么这个监管机关怎么样去到监管这个啊这个你一个上市公司啊，你对这个投资人进行这个利益欺诈，那么这个就是投资人啊，包括这个股民。他的权利在哪里？他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法律行动？我觉得这个恐怕都需要以后专业的律师来做更详细的这个讲解培训，然后需要有人来做组织，然后需要有人去把这些利益相关人动员起来，把利益相关人组织起来，去就在海洋这个事件当中扎扎实实的去采取各种法律行动，对。在中国，对啊，对，在中国国外采取法律。这个很感谢这个万先生这个提供的这一些的建议。你看，这个我最近采访的一些人啊，就提出了一些很不错的就是都是民间社会，来自民间社会的你说过赖建平先生，他实际上是一个早已退隐江湖的这么一个学者啊，他现在在加拿大，他研究哲学然后因为他原来是。做公司的这个商务律师嘛，他看到海航事件之后，他开始关注，然后通过阅读海航的一些原始的法律文件他对海航的这个股票转移的这种迷宫做了一些解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有意思的一个起步方向也不错，这是一个。另外，郭国丁先生呢，他昨天就提到一个想法，就是说他要把这个。郭文贵的各个爆料的视频材料呢，他做一个精简版的一个东西他要把它做出来。另外还有一些网友呢提议，就是说加州硅谷的那些技术专家们呢怎么样的出来，就是在技术上能够帮助这个进一步曝光那个盗国贼的这些材料。那么我刚才提到就是说。美国的一些律师也跟我联系，就是关注这个海航的一个事件。我想呢，他们的工作得再继续做希望有一些成色。那么您也是一个，就是说你联系我，你说这个这么事情，这个事件出来了，这个民间社会应该值得做什么？那么我记得你谈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想法，就是利用推特这种形式来做一些事情你还有一些设想，能不能给大家因为推上的这个力量现在是这个郭文贵爆料事件和调查海航和盗国贼事件的一个风暴眼在那个地方，所以说你把眼光。开始具象推特，我觉得很有价值。那么你能不能把你关于在推特上调查这个海航和盗国贼的一些大概的一些想法给我们的网友做一下介绍呢？那我不是说推特上怎么调查，那就是说，首先一点这个郭文贵这个爆料，他形成的这种这个公民的这个反响这个显然是是风暴级的，风暴级的这风个一暴个。级对，那这个后来就是说，在海航的股权的这个问题上面，赖建平律师的分析虽然是比较初步的，但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在海航股权当中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这个法律上的这个问题，
已经梳理的比较清楚了，脉络比较清楚啊，证对据也对，比较清楚，所以这个进一步的啊工作是可以往下走。对，那这个在这个在网络上面啊，这个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啊网络媒体的这个报道啊，一些公民的这个报道跟进，包括一些维权事件的一些这个啊这个对，在海航在中国啊并购过程当中啊，对于其他的啊这个啊这个啊。机构的这个，比如在并购过程当中的一些利益的侵害啊，这些啊，这个很多，包括一些维权啊，这些工作啊，都有一些报道。所以我在想，就是说我们需要，就是说，因为这个信息量太大，海量的信息，那么大家每天每个人都去啊，这个暴露在海量的这个信息当中，可能就是精力很有限，那么最后形成一个啊，这个不能聚焦在一些问题上面。所以我是在想，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啊？这个网友们形成一些合作的机制，我们每天对于这个在网络上表达出来的一些重要的这些信息、材料、证据和一些意见做一些梳理，然后通过一些主要的媒体啊，比如说《明镜》或者其他的媒体，在网络上面提供给这些网友们啊阅读参考。然后同时呢，这个我觉得就是需要做一些针对性。研讨啊，会议啊，甚至在具体的这个海航这个腐败的一个具体问题上面，能不能形成一个专家组、一个调查组、一个工作组，就以公民爆料、公民调查啊，去一个一个的去跟进，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那这些建议都很具体啊，就是说，我看有些人在推上建一个什么主题讨论，就把我的名字拽进去啊，然后慢慢的就成了一个讨论群组，然后在这个群组里头呢，就开始交流各种各样的一些看法啊。实际上，推特它的这个功能啊，有非常多的啊，那就是说这个说不定就是可以搞一个这样类，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法搞一个这对，样的我这是有个？这个想法，但是我因为我这个用推特不是用得很好，我这个，脸书所啊以之呢，类的，推特我也用不是用得很好，但是呢，我在想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用推特、用脸书和其他的一些啊自媒体的这个啊群组啊，我们形成一种啊信息啊这个啊编辑的一个机制，怎么样形成一种啊这个意识的机制啊？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网友他在某一个具体的。在爆料当中啊，这个做很多工作，做很多调查，那么我们能不能跟他联系啊，让他系统的来跟进这些事情，或者他需要哪什么样的这个技术上的支持，他需要别人怎么样配合他？对，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说，就要做跟一方面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些很有激情的网友啊，在政治上去啊去进行激烈的这种对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有一些这个。啊，这个技术的功能，我们坐下来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海航腐败的这些问题，一点一点的把它揭发出来。我大概是这个意思，对。所以呢，我自己比较愿意做一些很具体的工作。如果有其他的网友愿意大家一起来合作，我们就海航的这个调查啊，海航的这些问题，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我们来啊，组织这种啊自愿的这个工作团队，我们来去跟进这个事情，对。对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原来我采访的很多人啊，都只是从道义上这个去支持啊，郭文贵这个爆料事件啊，对他的这个各种他的政治意义对他的这个爆料的真实性法律上的证据问题他是不是赚的是黑钱啊等等，做一些这样的一些解说和解析啊。那么你这个。今天我采访你的一个收获，就感觉你就是说，您开始就是比较关注这个更多的细节问题了，就是怎么样的把这个事情一件件的去落实啊，这个符合您在中国做这个一贯做这个非盈利组织的这种经验啊，就是如果这个事情能够落实起来，在我想呢您的今天这个建议啊，在一些推友看到啊您的一些建议之后呢，会有一些。一些反应说不定呢，就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我确确实实说，我原来我不怎么上推特的啊，上的很少，但是这个大概就上了那么几个月。虽然受郭文贵和平先生的影响我也去上玩推特，然后这个从5000个推友一下子就先涨到了6万多，就真的很快啊，真的很快啊，对啊，这样我这个所以说我每天也有一部分时间呢，在跟推友在互动。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呢，
我真正发现就是有宝，不有宝藏啊！这个，因为有一个网友，他说他一看见是海航的什么资料，他就给我推啊，如果有私信的话，就给我发到私信里头；如果没有私信的话呢，他就发在这个大厅里头，大家都能看见。就这样的话呢，我作为一个记者呢，我有时候会需要找这个可采访的人，要找一些线索。那么如果您呢想，从民间社会的角度来推动海航事件真相的这个了解的话呢，推特呀、脸书啊，我想呢，我对，给你的建议是应该在那上面多活动啊，你会得到意外的惊喜。这是我给您的一个建，我当一然个就是建，说，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所以我的精力也有限。但是我想呢，就是说，我愿意去跟其他的一些推友，大家做一些合作，我们把这个网络上的一些就是比较扎实的一些证据性的材料一些重要的一些专业意见性的材料，我们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呢，我们去把各种各样的有兴趣来跟踪有兴趣来跟进这个事情的人，我们来做一些这个讨论、跟进、怎么合作，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也可以组织一些讲座，因为这个股权调查涉及到的太多的问题，可能我想如果我们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对中国的、美国的相关金融管理、相关基金会管理、相关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管理这些一系列的法规政策、一系列的这个监管的政策、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公民行动的这些一些这个策略，我们都能够就是说训练出来的话，我觉得郭文贵爆料可能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价值，可能也就出来了，也就出来了。对，好，所以说您现在强调的是，就是专业人士之间和民间社会活动家们之间的一个密切的互动啊，这样呢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会把这个寻求真相的努力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我感觉啊，今天对，采访你，比如说，我就很想跟这个赖建平律师做一个对谈，比如我要想问他很多问题，好比如说他研究海南的海航的这个股权的这个研究方法是什么？他是怎么做这个研究的？他是怎么获得这些材料的？这些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概念，能不能给我们推友们找机会讲一讲？好，我觉得这个恐怕都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种方法学的东西，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之后，可能就是说我们对中国的反腐败的这个贡献，就不仅仅是一个海航，不仅仅是一个王岐山我们可能就是说，说不定哪一天，等到有一天这个如果郭文贵先生掌握权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调查查公杀棍，绝，查查公棍，公会，对不对？对，这个主意不错。这个哪天呢？我这但他个，今天没有掌握权力，他是被权力追杀的人。当然，我们应该还是，就是说，这个要维护他了，对不对？他是在跟权力在搏斗嘛，对不对？我们还是应该维护郭文贵先生，对。对啊，我可以呢促成这个赖建平律师跟你的这个对谈我们民进呢也愿意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但是我有个条件，就是你的网速要提升或者是要今天的网速可能有点问题，好，那我就好到吧，这了啊，就到这再啊，非常感谢万阳海先生今天接受我的采访感谢你这个分享，我也要有事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感谢这个网友们的收看收听万一海先生今天呢有一些很不错的建议，那就是民间社会在调查海航事件和盗国之间呢，应该具体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他今天提到是这方面的建议但是有些遗憾就是他那个有一些技术故障导致这个有一些这个关键问题的这个发言信号的时候，那个信号不是不太稳定，可能我们的网友会迷失一些信息非常抱歉我希望我们下次这个能够弥补这样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民进火拍民进编辑部频道的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订阅和推荐我们的《民进火拍》这个电视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